要读懂男人的心。之后呢，我需要先让他这位男士去想一个东西，好吧？我会把他拉到这边，我小声的告诉他，让他去想一个东西，他会随机去想一个东西。在那之后，我会再让他回来之后，我们一起做这个东西，教你怎么去读，好吧？先稍等一下。就我让他去做什么，我让他脑海里去想一首歌，就是确保是你听过的一首歌，你不要做任何的暗示他，告诉他是什么歌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需要怎么去读懂一个人心呢？就是接下来我将会让您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，在这个状态下，你会屏蔽你的感官，你会把眼睛慢慢闭上，在眼睛慢慢闭上的同时，我需要你去放大你的听觉，听懂的话听点。来深呼吸，慢慢吐出来，就建议一下手，对，就看你手进入手的一个点，这手会离的脸越来越近，当离的脸越来越近的时候，这只手会慢慢下落，就那你的视线会慢慢变得模糊，当视线慢慢变模糊，闭上眼睛，屏蔽一个梗了。我不是在催眠你，慢慢放下来，把头一点一点的往下低，对，非常棒，把手一点点放下去，就在这个状态下呢，你会慢慢放大你的听觉。屏蔽一种感官的时候，另外的其他的几个感官也会随之的增加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能非常清晰的听到外面有歌曲，对不对？是音乐喷泉里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呢，我需要我从一数到三的时候，把你的两只手指用食指堵住你的耳朵，让听不到这个声音。从现在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堵住你的两个耳朵，非常非常棒，堵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让这个男士再离近一点点，在这个状态下你很难去听到这个边上的这个嘈杂的环境音了，对吗？对，看来他们没什么反应，可能听不见我说话了。就在这个状态下呢，我将会再次从一数到三，当再次从一数到三的时候，请你慢慢睁开眼睛，看着对方这位男士的眼睛，仔细的想象他到底想给你传递的是什么样的歌曲，这个歌曲会瞬间的出现在你的脑海里，不要惊讶，仔细的记住这个歌的韵律，甚至歌词，或者也许你听过这首歌，听懂吗？请点下头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就看着他的眼睛，就你看着他的眼睛，在心里一直重复的去想刚才你想的，随便想了一首歌，对不对？随便想一首歌，在脑海里随便的切换了一首歌，最后确定了一首歌，持续重复这首歌，一直重复这首歌，仔细注意力集中在他给你这个信息上，看着他眼睛，不要注意什么。三、二、一，看着他眼睛，不要断。请问你听到任何声音了吗？就对于这个歌曲，你很熟悉吗？很熟悉是吧？好，当我再次从一数到三的时候，慢慢的闭上眼睛，一、二、三，断开连接，慢慢闭上眼睛，声音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。之后我再会从一数到三，当再次从一数到三的时候，慢慢睁开眼睛，告诉大家，你脑海里出现那个歌是什么样的歌曲，或者是你可以哼出来，听懂听点。好，一、二，把手慢慢放下来。慢慢把手放下来，对，三。请问刚才你脑海里出现的那歌曲是什么歌曲？粉红的回忆。粉红的回忆是你刚才是谁的歌？是邓丽君的吧？是邓丽君的粉红的回忆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你为什么会想到？是这样的。什么情况呢？我也觉得很神奇。真的会想到？真的呀。真的会想到？真的。谢谢你们。可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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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